我其实也有点搞不明白，到底哪出现了点问题。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파멸이 기다린다.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就你一局就没 C 呗？我 C 了呀，没 C 动啊。你 C 不动咋整啊？人家比你 C 呀。你杀一个人杀俩呀？那咋整啊？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피가넘치는군First blood.
적을 처치해서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不能回家呀。 기다린다.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도상 위에 올라갈 다음 사람은 누구냐?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我操！
我就上路跟他混吧，反正这队友应该也不用我传，没事。终于啊，让他给抓着了。终于逮到机会了。这把可他妈养了个爹呀！你晕着了吗？
为什么打着打着就变成我一个人了呢？嗯，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。这把喷吧，玩的确实不咋地，真鳄鱼，说实话。有点拖队友后腿了。哎呀，我牛逼！哎呦，兄弟呀、啊，好送啊！本来我且不来，非得要送一个，好送啊、哦！好送，好送，好送！先回家，然后打小龙。要不要？龙魂应该能拿着吧？等一等，看队友拿不拿啊？
一到这种龙魂团啊就出事儿啊，你说还行，他们家打野死了，不知道他们敢不敢打哦。我把他打野杀了，他们可能不敢打。我们家打野有惩戒，你带个针眼儿，对。龙龙龙龙龙，漂亮，兄弟，立功了，兄弟们，立功了，立功了，立功了，这波真立功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把他打野杀了，特别关键。漂亮，兄弟们，哎呀，没有 buff 吗？龙 buff 呢？这不立功了吗？这立功，嗯，哈哈哈！哎呀，瞬间局势这就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吧？加油，兄弟们！兄弟们，给我杀！杀！杀武器大师，给我杀！漂亮！哎呦！哎呦！直接武器前面的优势荡然无存，真的，我们直接就十五级，回家携手。没想到啊，我的队友居然也能厉害起来，我重新又燃起了希望，你知道吗？希望之光在我眼前闪亮。闪现抢人头，我退平，